第一届贡嘉岛奥运会正式开始，做到全是白做了，都别睡，起来喝。那我这个是那边，哇，告诉你了，知道这简陋，没想到这么简陋。哇，这是奥运之火，被你给活活吹起来了。借着这个圣火，先喝顿饭吧。你离不开这个灶了。我也发现了，走。 我们搞的是音乐，你搞的搓澡。我们的第一棒就是我们的吴大靖。不行，要命了！别看小鬼，他小。哇，他敢鬼！老兄，燃起来了！燃起来了！我烧起来了！中小小香，飞罗。缺氧了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难得在这5天的时间里，我们自由放飞在这个沙滩上。